找后爸家的妹妹帮我搬家。等等我，没想到阿姨还真把你赶出来了。我上次见到觉得她性格还挺好的。你放屁！我妈的好性格不都归你爸了吗？再说了，你爸又不搬我家去，我至于大冬天出来找房子？你凶什么呀？那我哪知道你妈和我爸真能成啊？那我爸从我这搬走了，你搬我那儿不就得了？哦，拉倒吧！你家那个小沙发，你爸都嫌硬，我去遭那个罪？谁能让你住沙发呀？你傻呀 ？Nice， 啥意思？没啥意思。那你为啥找我帮你搬家呀？我把手机通讯录都咋变了？就你出来了。奇怪，这个人又怎么了？搬不上吗？你要是拎不动吧，你抓紧回家，这都没有自己搬的快。我能拎动，刚才不是一只手拎不好找平衡吗？这老娘们一天借口成多了，来吧，放这点吧。哎呀，知道你舍不得，走吧。那肯定舍不得，这包我二百多买，你给我拎碎了怎么办？打好是吧？都你推是吧？有轮子不沉了吧？起飞，往哪儿走？反了，这边。轮飞起来还说没劲儿。Later。哎，你家床头怎么放那么多纸呢？我这不单身嘛，晚上没啥事自己看个电影什么的。看啥电影啊？给我也看看呗。女孩不能愿意看。你不给我看，怎么知道我不爱看？真想看啊。行，你想看欧美的还是日韩的？欧美的吧。行，那你往里边去去，就坐边上看不得劲。行。看多少遍都忍不住掉眼泪啊！他咋还睡着了呢？我就说你不能愿意看吗？嗯。